但你要怎么？哇，好美啊！你要怎么粘？你要怎么粘？啊？你就挂上去就好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那等一下下雨怎么办？佩佩，你不会下雨啦。如果有下雨怎么办？下雨再把它拿掉就好啦。你要那我绝对不要，好不好？我就要啊。那你装你那边。你够奇怪的，你不是他妈那样。给他装。你有你的坚持，我也有我的坚持。给他你的坚持，那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前辈？我很尊重啊，一路都在尊重啊。我可不可以讲？我就是想要装啦。我可不可以讲一句心里的话？我都一直退让，从第一集到现在都一直在退让。你没有吗？不是你，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我还蛮多事？我还插不了话了。我很多事情你都在退让我。对，我是我有要求过你什么？你要加什么我都为你加。我们就回家吧。好，那我决定了。你自己煎。哎，圆，不是你煎，是我们主厨哎。不要气，不要气，我知道，不，等一下。不是姐，你真要你现在要装吗？要装啊，这样比较亮啊，才知道我们这一台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的茶都已经弄好了吗？我们那个嘞，还有一桶。你茶弄好了吗？好，等一下。哦，对啊。好 OK 啦，冰块都放了。我现在在做这个，请他们来帮姐。我觉得姐没办法，因为你那个插头插了就那个，我就插那个啦，那个是插这个啦。姐要不要放弃这个理念呢？之后我们再可以插，还是你现在要插？我现在要插，奇怪呢，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帮姐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他坚持要挂灯。我们只要上面这里是可以用灯泡，看几挂灯 LED 灯。你是电子花车你？我是文青风力底哈，我们就是要图嘛，风图浮夸加文青。Merry Christmas！ 不要嘛，我就一直觉得这样子亮亮的就比较漂亮啊，感觉我们这里布灵布灵的，而且身家生气啊。可以不要装在我这边吗？我这插座就在这边，我怎么不我要装哪？我要装外面。你可以装对面吗？插座在这。我真的有一点小尴尬。这个不行啊！好亮哎！好亮！就是呗。但你要怎么？哇，好美啊！你要怎么粘？啊？你就挂上去就好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那等一下下雨怎么办？佩佩，你不会下雨啦。如果有下雨怎么办？下雨再把它拿掉就好啦。你要那我绝对不要，好不好？我就要啊！那你装你那边。你够奇怪的，你不是他妈那样。给他装。你有你的坚持，我也有我的坚持。给他。你的坚持，那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前辈？我很尊重啊，一路都在尊重啊。我可不可以讲？我就是想要装啦。我可不可以讲一句心里的话？我都一直退让，从第一集到现在都一直在退让。你没有吗？不是你，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我还蛮多事？我还插不了话了。我很多事情你都在退让我。对，我是我有要求过你什么？你要加什么我都为你加。然后发现 OK 不 OK， 我还是会尊重你，还是会问你，不是吗？我马西，我没有一次就觉得你说要让我讲，我说你请讲，不是，但是我要煮东西啊。我干美在攻击顾威，我可不可以讲一句话？装这个东西是当初没有设计的，没有。都没设计，我想要的。那你现在是觉得装这个很费事？不会，我来装，我又没有要叫他装，就奇怪。哦，小心，你不要。很奇怪，你够奇怪。不是，我蛮正常的。我不爱跟你讲，真的要有亮度，人家才会来。哎，林志刚，给做碎了哦。来，我问你，你本来就很碎了。我问你一下，不是靠灯光的碎颜色一摊啊？不是啊，这已经亮了。要不要装这个霓虹灯比较 bling bling？ 真的啊，要不然还要靠我的外围的东西？为什么你不来来？你们来，你就不要。你们觉得要不要装这个 bling bling？ 是很奇怪呢。不要生气，不生气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现在问路人。啊，你问。想装就不行吗？没事。下一集装不行吗？没事，不要，真的不要气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投票，好看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你去那边装吧。好漂亮哦！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啦，谢谢。你们是来装衣服的？刚刚不是同意了吗？两米来加哎！不要装在这边，姐姐，已经装一个这个了。我们一个人退一个嘛，刚好你已经装这个了，我们这个就装在别的地方。我刚刚问过了，没有插座。
们就回家吧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你自己煎。哎，圆，不是你煎，是我们主厨哎。不要气，不要气，我知道，不，等一下，金豹哥小心，金豹哥，我知道，因为你有你的 common sense。真的，我有我的 sense。对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哎，这个就有一点，哎，劝一下吧，西。爸，为了这个灯这样子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对啊。不是这样子很闪亮，很好看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我要做，你们都不让我做？然后我一直很想做，让它这个摊子亮一点点，漂亮一点，醒目一点。啊，那五千米掉。可以。我是觉得我们的东西都已经很有魅力了，是很有味道了，很有特色了。但为什么还要外围的东西去帮助这个摊？哦，而且我们今天还请了你，都一直为了这件事，就是说我知道，我们人赢过一切，但他还是要坚持，他要冰冰的。好，就是好看啊。好了，哎，来，妹，没事，来。我先谢谢一下。等一下，上厕所。对啊，上厕所啊，厕所在那边。那边没有厕所，那边厕所，没事，这边没事。他呢，做事情是希望安排好就安排好。你的想法是本来就要吸引顾客啦，西西你也讲两句话吧。好，这个下次，这个下次。哎，节目好辛苦，八哥，对不起。实性节目要做到这样子。好了，不生气了。哎，余威真的去厕所。对。你要不要进去看他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？演得很开心。免参详哦。啊，直接就给出落去哦，给他们 surprise。我们回来了，好了 ，OK 了啦。弟弟还是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真的是受不了你们呢！哎呦，真正是啊，还要踹一条嘞！啊，西西，人家西西也哭成这样子。喂，我不要做，我要回家了。刚刚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我也忍住没有挥你们两拳呢。那你应该打的人不是我，就是你前面这样过去我不想面对他，我背对着他好了。你也很坏，我去安慰你，然后你还给我甩开。我真的甩开你吗？这样都撞我。哦，对，有。我们其实想真正了解一下，装这个灯有没有真的很漂亮？我觉得很漂亮啊。我觉得不好，我不在乎，一点都不重要。